贼头贴色多了。从屁股掉水了。你要休息最多可以管好久？最多吧，最多管。最多。还有嘛，是穿的那个嘛，你这个穿的软和嘛，如果是穿更的话，大概。你这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周期就28天。那个波形嘛，那啥啥子老板子好像是睡的。那可能也震动，两下也震动。他啥子情况嘛？他那个家庭，调整那个。嗯。哎，这个脚扣那个钉钉了。哎，脚上。两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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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两个月，过春节还有三个多月。给你们修新路，这儿不行了，这儿就把中间的管子卖了就 OK 了。上面那条很细嘛，刚才就是背时间。不到你，到你还贴，还到你嘛？他积一了多点。啥了？正能量吗？啥了是？我去看看。我去看看。那没不行吗？我一个哎，不知道，你那个成交不行吗？晚上一点都不行，是的，一点就是。那不行吗？那是啥子？那是啥子？你让我去看看啊！我去看，我去看。我休息的，我去休息。我去看什么呢？